两礼拜吼，你穿衫穿裤，还佫烫面，还坐面衫安尼样样。今麦三礼拜外，摊开后出半工，无啥出半工嘞，同款啦，出无路软软嘞。迄真正挂命嘞，迄莫爱挂嘞。我讲讲我有目光，两家地啊，即卡，那即个我调上来，你咪卡来照顾个病病，我袂爱做。我刚刚订就等来安尼哦，我讲无客讲产业拢无爱做，为啥做？等下疫情过，要重新开始起来，唔好改换。你真正拢无药好吃，拢困下。两礼拜吼，你穿衫穿裤，还佫烫面，还坐面衫安尼样样。起码三礼拜外，摊开后出半工，无啥做半工嘞，同款啦，出无路软软嘞。你真正挂命嘞，你莫改挂嘞。我讲讲我有目光，两家地啊，即卡。那这个我调上来，你们看来客户个病病，我没爱做。我起码我出好茶的哦，但不去茶的，姐姐物件，我只能讲我不敢去。哈我一讲出加班哦，我不去，我才讲完啊，我不跟你商量，我不约来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希望大家哈做好防护哈，那平时居家的环境还是希望大家加强这个循道清刷哈，不要让这个病媒蚊滋生哈，特别是最近哈，我们山区哈时常有午后雷阵雨哈。那这个常常会有积水容器的一个哈、产生哈、那请大家还是要加强这个循道清刷的这样子的一个频率哈、不要让这个病媒蚊再滋生，然后让我们有被这个蚊子叮咬的这个风险哈。